房产一姐说，房产一姐的大咖干货不容错过。今天听倩姐跟你说新加坡房产2019楼盘专题。新加坡2019你一定要了解的楼盘新项目第七个 Avenue South Residence。South Residence 项目呢位于第三游区 Sunt Avenue 甘邦巴如附近，属于新加坡代表的中档的公寓 RCR 区。该项目华业集团 UOL 旗下的 UOL Venture Investment 与庆农公司开发，占地22851平方米，拥有99年地契。 Avenue South Residence 的地段呢靠近甘邦巴如的一段地铁走廊，市区重建 URA 要求这个地段的发展项目必须同铁道走廊与五座或保留的改良信托局 SIT 组屋结合起来。该项目将建造56层楼的住宅和1074套1-5个卧室单位，5个保留建筑则可建造单卧室单位与公共设施。该项目距离欧兰园地铁站 Ocean Park MRT 约900米，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附近200米范围内还有多趟巴士等通往全岛各地。驾车人士呢也可以通过中央高速公路 CTE 和 AY1 以及Marina Costa Expressway MCE 前往各地，只需6-7分钟车程即可抵达乌节路商圈和中央商业区。附近的教育资源呢也相当丰富，附近有多家幼儿园，一公里内呢小学有圣婴女校和拉丁马士小学，还有严永成中学、女皇镇中学等。这期呢我们介绍了新加坡2019你一定要了解的楼盘新项目第七期 Avenue South Residences 大型综合项目，更多信息可以在屏幕下方这些平台找到我们更详细的信息。还想听更多吗？扫我的微信二维码，这里还有很多小伙伴等着和你交流哦。房产一姐说，你不能错过的大咖实战攻略，让我们下期再见。